响，诸公归位，铜锣一响，列位归坟。干嘛去啊？
吴师傅，他人到底是怎么了？喝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发了癔症。去准备一碗清水，两盏烛台，三炷沁香。清香三炷打上苍，邪魔魍魉尽覆苍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。光明速现，射！吴师傅救了你，子时三更，平安无事喽。有怪莫怪，借过尿尿。哎呀，是。哎，这无惊无险又是一天。哎呀，是谁他娘的在城墙上尿尿？又死一个，又死一个！老王，又死。最近咱们燕城不太平，接连出现失踪和死人的事情，我们家老爷大发善心，给遇害者家属施舍。凡是家里有失踪人口的，来领五斤油、十斤米，贴补家用；家里有遇害的，再多领10块大洋。谢谢。生老病死，人事无常，谁家遇到这种事情都不会好过。我也不过是尽些微薄之力，帮大家渡过难关。谢谢老六名死者的死亡时间、地点都各不相同。没错。但他们身上均有条形状的伤口，排列整齐，间距相同。确实啊。死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。有道理。哎呀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其实啊，你哪位啊？我叫林一曼，从省城来，负责督办破案。好几天了都。除此之外，燕城这一个月内还发生了数十起失踪案，凶杀案和失踪案之间是否存在联系，尚不确定。现在我需要你们把所有失踪人口的资料整理出来，拿给我看。来，打牌，唐署长。他谁呀？哎，姐夫啊，他是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在警署不要叫我姐夫。我是署长。他是省城来的督办。督办。Thank you.
贼扮贼啊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你就会收到从省城来的电话。我是吃粮食长大的，我不是吓大的啊。真来电话了？是啊是啊，真有电话。看嘛看，工作。看什么看？干活干活。接电话来。喂，好好，姐夫，找你的。喂，我是唐铁嘴儿。啊，吴厅长，你好，我是国良啊。啊，国良明白。吴厅长，你放心，为厅长分忧。我唐某人用心致之，啊，好，哎，理解，哎，哎呀，原来是林督办呐，头衔不重要，不过是为了方便办案。哎呀，林督办舟车劳顿，一路辛苦，今天中午我安排。不用了，先带我去看看受害人的尸体。我没说明白吗？验尸。死者颈部有两。媳妇儿，这咋办呢？一气混沌，乱火星，余不相推，登阳明。天回地转，吕六甲。聂刚雨斗齐九星，鸦雀飞妖众邪精，天神助我潜身去，一切妖魔总不无亲。徒儿虽为师，相要出谋去也。师父，咱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去想啊。来来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怎么没猪头肉啊？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，哪吃得起猪头肉啊？哎，想当年老佛爷让我进宫捉妖，这御膳房天天给我吃猪头肉啊。师父，现在跟以前比不了了。怎么比不了啊？老佛爷赐我这大宝剑，见了大宝剑就如同见了老佛爷。这都民国多少年了，您这大宝剑早都不好使了。民国？民国谁当皇上啊？民国没有皇上。没有皇上，那民国姓什么呀？师父，我求您了啊，咱好好吃饭吧啊。没有猪头肉，这饭我不吃了。猪头肉来啦！不但有猪头肉，还有酒。来者何人？我呀，国良啊，师父，您这记性您。哟，稀客呀。猪头肉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城里面派下来个督办，还是个娘们儿，一上来就讲我一句，我这日子现在城市难过了，你现在赶紧把那娘们给我送回城里去。国良啊，把谁送到城里去？要不要为师我帮忙啊？想当年，大呆唱唱的吧，唱才唱，一声响锣震天下。两脚不刚踏四方，魑魅魍魉皆退散，四海升平定八荒。好，
好，师傅，您这辈分果然不减当年呐。师傅，坐下吃饭吧，一会儿再把腰闪了。啊，我吃猪头肉。哎，老胡啊，就算哥哥求你了，你只要把这件事情摆平了，我立马向上级汇报，让你回去。哎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胡爷，你咋来了？干你的活，吊儿郎当的一切。哎，老胡，胡爷，是胡爷。嗯，胡爷，嗯。哎，老胡，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是省城来的林督办，你看人家气质啊，这帮助咱们破案的，这人家这些一看的就是亲。哦，说说吧，这案子怎么个邪刑法呀？老胡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死人案件一共有六起，身上个个都有爪印，最近一起啊，就是昨天晚上城墙上的那条锁。哎，尸体问过了吗？尸检报告。就在这儿。老规矩，生姜香油白醋，同时爆炒二层。又要谁说话呀？哎，老郭，你进。林督办，让他验，我看他能验出什么花来。老胡，你给我这啥了？一整个伊兰的香料，在咱们这儿很多钱。县城的一块风水宝地啊。马总，林督办，来这种地方不合适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男人能来，为什么我不能来？哎呦，唐爷，什么风全给吹来了。您可是好些日子没来见小春红了。嘛玩意儿，小春红？我是来办正事儿的啊！瞧您说的，到天香楼来都是来办事儿的。我问你，这个人昨天晚上来过没有？怎么来着？是死了，昨天晚上发生的。死了？啊！他来这儿都见过谁？说话呀！啊，也就只见过春红姑娘。小春红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那个人来都干嘛？喝酒啊。就只有喝酒那么简单吗？来我这儿不都是来喝酒的？要不
你想让我干点什么？不是我想让你干点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那个人昨天晚上除了你还见过别人没有？你来这儿除了见我还见别人？那能跟我一样吗？你们男人都一个样。哎，小翠红，你说这话可就没良心了。我老唐除了你别的女人我正眼看过。姐夫，那我解释啥呀？你给我闭嘴，哪有那么多废话。我是说那个男的在离开之前还有没有见过其他人？我们俩都喝了酒醉醺醺，我就让那大茶壶把他送走了。他来这儿只见过我。不见的吧？你刚才不是说他还见过一个人吗？那个大茶壶是谁？就是。你说他呀？刚才给你们倒茶的伙计啊。走。东西，我的腰啊！轻点，我这要是自个儿能出来，我还用着你们抬呀？哎呦，林督办，我就算是因公受伤了啊！哎呦，走，慢点，说啥呀？哎呀！人体的血液在特定的温度下能够与本体产生通感，再利用身体的关节连锁反应，就能够在不同的空间里同步出相同的行为轨迹。找到了。
不是，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不要轻易的到这儿来找我吗？法师，我被警察盯上了，需要点钱，想要离开燕城。啊，你放心，水家人的事，我不会往外透露半个字的。你若是能够保守秘密，钱一定会给你的。可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能守住这个秘密呢？只要我拿到钱马上离开，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人肯定在里边，还等啥呢？死了，瞳孔呈催眠性失明的症状，应该是在死之前看见了什么东西。通知警署来收尸吧。哎，哎，老胡，现在去哪儿？回家睡觉。小姐，喝杯水啊。小姐出门这几天啊，老爷急得不得了，特意让阿拉带小姐回去。燕城的案子没有破，我是不可能跟你们回去的。可是这个老爷吩咐了，要么侬跟阿拉回去，要么阿拉带侬回去。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把我带回去的。就轻一点呐，你们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一声锣响震天下，两脚不刚踏四方，魑魅魍魉皆退散，四海升平定八荒，定八荒。老人家，这个夜深了哈，路上不安全的了，赶紧回家休息，好不啦？哎，你认识我吗？阿拉应该认识你吗？一声锣响震天下，两脚。停！这一段阿拉已经晓得了呀。你听着，我乃燕城69代打更人，今日替我徒儿打更巡夜，遇见你们三个淫贼强抢良家女子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
老人家，俺来处理一下家务事啊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好了。认识的阿翔呢？谁是阿翔？我哪知道谁是阿翔？别装了，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回省城吗？回省城？唐铁嘴让你这么干的？这事儿跟唐铁嘴也有关系？跟唐铁嘴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是阿翔让你们干的。阿翔到底是谁？你跟阿翔不是一伙的？他跟我是一伙的。谁跟你是一伙的？别装了，你跟阿翔就是一伙的。我们不是一伙的，我们就是一伙的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们就是一伙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师父，这位是省城来的督办。你就是省城来的那个督办？您是胡凡的师父。那现在能告诉我谁是阿翔了吗？你要是省长秘书，我还是民国大总统呢。俺们真的是省长秘书啊！编，谁给我编？编，你是秘书？不是，俺们不是省长的秘书。哟，就不是啊？那就是在玩我呀！我要你玩，玩我，拿我当傻白玩。真的。怎么着？你们俩想当吗？省长？不是。哎呀妈，不是。说吧，你干嘛的？侬说阿拉是干什么的，阿拉就是干什么的，好不啦？那么听话呀？你还是拿我当傻白吧？要我是吧？要我！俺俩真是替省长请小姐回家的了。不过现在省长那边还没有消息，但是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应该很快就会收到来自省城的电话了。又跟我来这套是吧？啊！我是吃粮食长大的，我不是瞎。嗯，好，真有电话。是啊。再这么些吗？这么大的电话，真香！我是唐铁嘴儿。我是国良。我和阿翔秘书已经赤诚相见了。好。哎呀，能为省长分忧，是我唐某的荣幸啊。好，再见。不会啊。都是为我效力，为省长分忧。同舟共济啊，兄弟。徒儿，保护好林督办，千万不要让他落入贼人之手啊！知道了。
师傅一直都这样吗？十年前用法过度反伤了自己，就成现在这样了。若是再继续用法，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啊。以前老师就告诉过我们，连环凶杀案之间必然存在联系，一切的偶然都是必然。这关键信息呢，肯定是隐藏在众多冗杂的线索之中，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罢了。哈哈哈哈！林督办，您分析的太有道理了，盖帽。嗯。是地图，第一具尸体是在西郊的野地里，第二具在东郊深处，第三具在南城街口，第四具在城北的领地，剩下的两具分别是城墙上的吊死鬼跟河底下的漂子。六具尸体所对应的分别是东南西北上下，即天地四方，六城六合。看这阵仗，他是要进攻些什么？胡爷，胡爷，都给我查着了。那头宅子以前是水家人住的，后来那水家人呐就被赶出燕城了，以后就充公了。你猜怎么的？去年呢，徐老爷花了高价把这种宅子买到徐家里头去了。大眼之术五十有五，得用四十九，留六合于天，眼下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林督办，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您尽管说，我们也想让案子早些水落石出。南城槐花街上有一处宅子，以前是水家人的住处，后来被徐家收购了过去，有这回事吧？最近几年燕城流年不利，灾民遍地，徐家确实收购了不少闲置房屋，为的是建一宅办医学。您说的槐花街上的房屋徐家确实也有经手，但具体的得让下头人去查一查。长生啊，老爷，你去问一问咱家槐花街上的宅子统共有几栋，一一记录下来，给督办送过去审查。是老爷。徐老爷信佛啊？只是家中供佛，日日念香。那徐老爷你信不信善恶自有报应啊？天道轮回，因果自有定数。替身徐老爷搜查徐家。那徐老爷像是一早就知道我们要来，每句话都密不透风。林大小姐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啊。那徐老爷那是我们燕城四大家族之首，那跟县长都挂着关系呢。咱们要是没证据搜查徐家，万一查不出个好歹，那我们几个都得玩完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唐铁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找我来是不是破案的？对呀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搜查徐家就能找着凶手。证据呢？你不查怎么有证据啊？你没有证据我怎么查呀？你爱查不查我不管了。哎，老胡，老胡，哎，你这驴脾气怎么又犯了呢？那当年喂马哥你吃，你心里没个数啊你？哎呀，林大小姐，您就别再为难我了。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你在家享享清福多好呢，何必跑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燕城趟这趟浑水呢？啊，您这是何苦啊？就是因为燕城像你这样的人太多，我才来这儿。我徒儿，案子破了吗？
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要不要为师出马，请总师爷帮忙？师父，您之前老让我去警署当差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们打更人一脉修习的是奇门遁甲之术，为的是除暴安良。那如果在警署都没办法除暴安良呢？那就匡扶人间正道。老说人间正道，人间正道，到底什么才是人间正道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师傅喜欢喝酒，我就带过来了。酒啊啊，哪来的酒？你有喝酒的杯子吗？爸，你这酒是不是馊了呀？怎么说话呢？不懂别瞎说，丢人！哼，这酒好酒，真正的好酒。上回走得匆忙，还没来得及参观你们这个观音庙。看看，看看。把握时机，趁其不备就动手。小姐，打金底，老头。小姐，打金底，老头。小姐，打金底，老头。老头不见了，准备行动。认识我吗？说说看，我是谁？一声锣响震天下，两脚不刚踏四方，魑魅魍魉皆退散，四海升平。小姐，阿来不想这样的了，可是侬不跟阿来委屈，老爷那边不好交代的了。理解理解，那我来帮你吧。啊，那就还是跟原来一样，老办法。哎呀，这个事情，哎呀，省长要是打电话来问，就按这个说啊。兄弟，都是替省长分忧。同舟共济。哎，好。啊
错儿。嗯，林小姐怎么样？师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她可是个好姑娘。是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人家是亲亲大小姐，那咱们也不差呀。咱们是不差，但你也得问问人家什么意思呀。我估摸着没什么问题。那你也得问问我有没有问题。感情这种事是需要磨合的。你小子想什么呢？我想收她做干女儿。啊啊啊！干女儿是妇女情深嘛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林小姐，嗯，这孔明灯啊，是我师父的师父传下来的。哦，我们打更人这一脉，死了就随着孔明灯飞升，保一方太平。明明就是上个月带你去逛庙会的时候买的。林小姐，嗯，咱们爷儿俩认识的时间不长，可是我感觉挺投缘的。我想收你做干女儿。啊，这块长命锁我戴了很多年，送给你。此锁不是寻常锁，九天玄女曾赐，得落入凡间成法物，配此进道远邪魔。连锁都是买灯的时候送的。什么？啊，没事，我说这是师父的一番心意，你就收了吧。啊，那谢谢师父。那我也送师父一件礼物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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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来我们这破庙，不光是为了给我师父逗闷子的吧？我找你当然是为了查案。唐铁嘴连徐家动都不敢动，怎么查？他不敢动，也得让他动。笑啊！哎，不是姐夫，这都是零度半让我这么干的呀，还让我给你捎句话，说今晚之前不查徐家，就把照片给我姐那送去。我是你姐夫，你怎么各种往外拐？我也是我亲姐姐的亲弟弟啊，你干出这种事儿，我这也不算胳膊肘往外拐吧？我哎。算你狠啊！你告诉省城那个林大督办，让他今天晚上等我的好消息。哎，姐夫，你是我姐夫，不是就你我滚！好嘞。嗯嗯嗯。哎，郭良，一块吃点。这是你们要的徐家的账本。记录了徐家多年来的生意往来，全都在这儿，好好查，别漏了。哎呦，郭良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英雄，我这辈子就佩服英雄。话我说清楚了啊，账本是你们自己找来的，啊，查徐家也是你们自己串通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没来过。哎，姐夫，玩蛋去！不是。哎，姐夫！哎哎哎，姐！哎呀，这太难了。九年前，徐家开始经营酒楼，并在燕城大量购买房产，支出大洋足足比去年高出了20万。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他们就把所有的房子都卖了。啊！可是账本上看来，他们不仅回了本，
而且挣的足足多出了三倍。三倍啊，这有问题啊。哎，老胡，你看托儿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要不要师傅出马，不刚踏倒一小定乾坤？师傅，我们正忙着呢，别捣乱啊！来，哎，十年前你师傅也是斩妖除魔，匡扶正义，也算是一方义士。对对对，是义士。义士，来喝口酒啊，消停一点。十年前，徐家五鬼运财之事，自然是查不到喽。自然镇不住，又经那术士指点，四下散财。就算如此，五鬼运财的报应还是逃脱不掉。徐老爷要被折去30年的寿命，眼下徐老爷近50岁，怕是要到死期喽。这运财之法本是骗人的戏码。那术士招摇撞骗，行踪诡秘，只知道在鬼市写得一手骗人。这种运财之法，竟有人鬼迷心窍，信以为真，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。白天是条空巷，只有到了晚上才有动静。劳家问您个事儿，您知道这条街上有个能写得了帖文的吗？谢了。西南方向，遇到路口东拐第一家就是。哎，老胡，这怎么掐的？咋算呢？老胡，哎，慢点。是写书信呢，还是算命？我想写一封帖文，
是写给何人？燕城最近多了六起命案，是写给那六位事主。你们是事主的什么人？是苦主委托我们来操办的。啊，这写舔文不比洋文。三位客官稍后，我到屋里取一些笔墨。好。事儿跟你们商量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案子就由你带着小钢牙去弄。林大小姐呢，由于省城的公务繁忙，马上就要回省城了。我刚跟那边对接完，马上送她回去。老胡，老胡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出嘛事儿了？啊？姐夫，林小姐。丢了，马明，那么大个人会丢？赶紧找去呀！找了，没找着。这要找不着林小姐，我就彻底成傻笨笨了。今夜开坛做法。三天三夜，给你续上30年的寿命。事成之后，我定会帮你
让水家人重回燕城。回省城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女儿就是走，她没理由不跟我说一声啊。小刚呀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干女儿去哪儿了？在鬼市丢了。你看看你们俩跟丢了魂似的，这人丢了能找回来，这魂要丢了哪儿找去呀？这上哪找嘛？请祖师爷起孔明灯。一气混沌贯我行，余目相推争阳明，天回地转捋六甲，烈罡捋斗。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清孔明灯，我也是头一回见。哎，师傅不是说不能再做法了吗？要是做法的话会伤及性命的。天神助我现身去，一切妖魔总不侵。起。当年我进宫出妖用的就是这把宝剑，今天这剑怎么就不灵了呢？请。师傅，没事，但这孔明灯一定能救出我干女儿。可是，你快去呀！孤独出妖，老九，哎，走。还有猪头肉，今天呢，只有酒，没有猪头肉喽。
咱们走吧。老婆，老婆，没有啊。像是刚插的，人还没有走远。师父之前说过的杀人续命之术吗？杀人续命，读书者为先，三道次之，童男童女居后，需大隐之术五十游，得用四九，留六合于天。人间有途，脱苦海；真空有道，觅家乡。找到了。
本不该作恶。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水家人被你们赶出燕城，是善还是恶？水家人被赶出燕城，就是因为作恶。哼！当年作恶之人，已被伏诛。那是因为所有的水家人都懂法，可你们非要赶尽杀绝。那法是善还是恶？你少废话，林小姐呢？还是先想想你们自己吧。啊！you
心有。人都是为了自救。徐家勾结民间术士，依法作恶，祸及百姓，涉案人员已伏法，严惩不贷。老胡就这么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有几下就把这老头给搞定了。哎呀，把谁搞定？把我搞定？姐夫，讲故事呢。林督办送走了吗？我帮你算算。这时候应该出城门了。这他妈玩意儿，神叨叨。香哥啊，你说小姐这次真的能跟咱老老实实的回去吗？哎，是啊。塞盐吧。